请阮用我一直无伫车，无伫你的身边替你担，怎样当初要离开，啥物拢无听，放你一人伤心孤单。啊，咱林先生会使讲吼，在咱这个所在咧做真侪呢啊，真好代志，包括呢，咱咧邱太太呢引导的这个吼葱油饼，倒三工真侪安尼啦。啊，今天伫遮呢啊，要点什么歌来哦，甲所有好朋友大家来分享。哦，我要来点一首吼，我无伫遮。你无伫遮，你倒位？我无伫遮，因为我都正无伫遮。啊，咱这个哦，邱妈妈吼已经走去啊。是是是。迄当阵啊，我无伫遮。是，故事就真，故事真简单哦。对，我迄当阵啊，咱无用葱油饼的故事，尾啊伊去打，我找去八打去。是是是。我就看到伊个囡仔对妈妈友好，我就真感动啊。是。我所以讲，我嘛是一个真卡囡仔来台北。我十六岁落伫宜兰来甲台北遮拍拼，哎呦！所以讲我要点一首吼，我无伫遮这条歌来怀念我的妈妈，因为我对妈妈吼是，我无友好着。哦，为虾米呢？十六岁落离开妈妈，是，我来台北拍拼趁钱。我妈妈拢伫宜兰，我经过八年以后做兵退伍，开始要趁钱友好妈妈。妈妈就去咧天顶做神啦，是是是。我所以讲，我伫遮要甲咱电视顶的即个所有好朋友讲，人讲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咱爸爸妈妈若有伫身躯边，是一个足幸福的代志，爱会记得友好是大人，爱要及时哈。对，是友好是是拢会好哈。你只要想着，还是咱出外地外地朋友。随时卡在电脑登记，爸爸妈妈这种也算哈。来，我不底家这是文心烈，我的也是我的新歌，是请这个亮哥荒山亮老师帮我量身打造的。是是是，你我听这些非常的好听，真的谢谢。上好咱金六杰先生哈，好来，我不底家。怎样的心情，又搁看到彼个熟悉的背影？是我最爱彼个人，点点雨洗我爬上伊的头鬃，我不知要讲啥。时间亲像彼班无情的夜车，我煞来偷偷怨叹，挥泪着青春的我，怎样不知半项？请原谅我一直无伫遮。无伫你的身边替你担，怎样当初要离开，啥物拢无听，放你一人伤心孤单，伫这。怎样的心情，又搁听到你轻轻叫我的名？是我最爱彼个人，慢慢从等待变成你的生活，请原谅我一直无伫遮。无伫你的身边替你担，怎样当初要离开，啥物拢无听，放你一人伤心孤单。
温柔啊。谢谢，我和你家。